宋怀恩这儿子长得可真像玉秀啊。玉秀一直还等着他给孩子取个名字，谁能想到结果会是这样？是啊，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父母，还好有你们照顾着。 彩薇姑娘，她定会为朝中事费心劳神，还望你好好照顾她。阿武姐姐，请放心，彩薇定会尽力侍奉江夏王。顾家王家本该就该好上加好。是。 我们先告辞了。到了你说，没事，保个平安。知道了。哥哥会想你的。去吧。 子檀下罪己召退位，自贬皇陵终生不出，进而继承大统。朝廷在萧齐的进言下，下诏将宁朔以北、玄墨以南划为三族杂居之地，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。自此，减赋税，重农商，开崇光之治。 青芝，你知道皇城建宁在何处吗？将军不离九宫内，世子相随不出宫。皇城建宁在这儿。青芝说的对不对呀？对。那徽州城在何处？ 方通衢，臣二分天下，军事重地不可丢。
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北湖蓝，南六盘，星星火，太阳线，山高云淡，天地间。说得好。阿呜，青之可以说对了。说得很对呀，青之很聪明，你把天下舆图已经记得清清楚楚的了。 好，你们都是聪明孩子，快去找你们喜欢的地牌吧。就要从不见，高兴吗？ 当然高兴了，我们很快便有自己的孩子了，而且还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，我要让他们好好的长大，教他们。 天宽变化，天涯尽处归家。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。